在南华大学为了打造健康无毒家园，积极推广无毒种植概念。去年甲农民合作推出的南华米受到广大的回响。今年一期稻作将增加到两甲三分地，并且在日前开学动工，由校长林聪明率领师生插秧苗，体验农作的乐趣，甲了解农民的辛苦。南华大学为推动采用在地食材，以缩短着食物旅程，特别借由着教育部补助的跨科技问题解决导向课程计划，结合在地产业，引领学生走入社区和农民做伙合作，栽种着无毒的稻米，希望透过和在地农民合作大耕的方式，为地方农业找到出路，要农民能兼顾家己和消费者的健康。推动这个，各位可以看出来，它是个无毒的一些产业。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无毒的这个概念呢、扩散，让所有的农民呢大家能够了解。所以去年我们有六分地，那每一分地是以25000块钱方式啊来统购来处理。这样来讲的话，农民他本身不会受到那些经济上的损失。各方面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推广的目的。根据了解，去年以6.3分的产地生产着3000多公斤的南华米，即推出着获得好评。但因为考量到第一期稻作的病虫害可能比较严重，对无毒栽培将是一大考验。因此，目前只有新增加到2甲3分地，预估到6月中旬收割，会当有12600公斤的产量。希望除了供应着学校师生选果，也提供社会大众认可。新闻科技网董拿点彩虹报道。